四川最漂亮女星，第一位就惊呆了。最后一位黑点太多，但甜美可爱。四川的漂亮美女太多了，小编曾经去过几次，都想住在那里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川漂亮的女星吧。张嘉倪，这是魏成都的小姑娘，看到这样的颜值很难想象。她已经31岁了，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。前段时间因为《延禧攻略》又让她火了一把。说到她的长相，可以说清纯中带有妩媚的，当时一出场可真是惊艳了。谢娜说起来，这位综艺一姐，她的主持方式还是有很多人接受不了的。她的疯疯癫癫有时也会令人尴尬，但她的成功也绝对离不开她的风格。嫁给张杰后，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了，现在也有了两个女儿，俩人也在一起努力。鞠婧祎，她出生于四川遂州，对于她颜值来说，长相是比较清纯可爱的，怎么看都觉得很乖巧，但网友对她还是有很多槽点的，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那个400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